先取出三粒大一点的枸杞，浸泡三个小时，把里面的种子取出，取出后的种子洗干净，把种子过滤出来，取一点干土，把种子倒进土里，混合一下。取一盆喷好水的土，然后把带有种子的干土撒进去，撒好后再喷一点水，水喷好后把没有盖住的种子用牙签按下去，再少喷一点水即可。五天后，小苗长出来了。第三周，三个月的枸杞树苗，小树的根已经开始木化，这一棵根部非常粗壮，为了让它们分更多的枝，我把上边的尖部掐断，这里的每一棵小苗都长得非常健壮，而且也分了好多的枝叶。只有这一棵是被小动物从土里挖出来，伤到了根部，所以一直都长不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花果庄园，我们下期再见。